求真理，充实你的生命。生命电视与你一同追求真理，充实你的生命。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虽然身为在家人，也要尽量减少对世间欲望的玷污，并经常意念如来的三依我跋法起，拥抱出家精进的清净梵行，以自在解脱，这才是咱生命中上根本的基础。是佛陀的行为模范，也是佛陀教导咱的生活规则。定是佛陀超凡宁静的心境，也是咱学习的控制心的方法。慧是佛陀的本体，诸法的本来面目，也是咱爱学习看清真相的妙法。佛陀已经将戒定慧三学教予咱了，实证就必须依靠咱自己，最终的解脱也是要靠自己，自依止，法依止。奉持十善业行，是让咱离开痛苦，以得到解脱的良方。那咱希望得到真正的解脱与自在，就应该即时奉行十善，爱有所行动，才会当担着甜蜜的果实。佛陀在《金刚经》中曾经开示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梵幻破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
就是真侪佛弟子拢会当伫个嘴顶上念的吉祥，但真正会当保持正观的，又阁有几个人呢？人爱经常在勉励自己，将一切现象改作如同幻影的理解，安尼才有解脱执着束缚的一天。如果咱希求解脱，就要先确立正知正见。透过正确的知见，向内反省，真正在认识自己，然后才将咱所听闻的正法，不断地思维、观照、加实践，这才是一条正确的解脱之道。向解脱是每一个生命的共同目标。佛陀的一生，就是为了咱行完这条解脱的道路，也为了咱做了一次生命的示范。究竟的安乐与喜悦已经有人实际达成啊！咱只要领会高德先生的引导，解脱的变化就已经无远啊！佛教就是开发智慧、开发潜能的宗教，学佛就是要不断在世间、出世间法顶头求进步。不如咱处理代志进步啊，
面对感情进步啊，咱幸福烦恼进步啊，文书负担进步啊，等等，依旧不断地突破自我，肯定自我，甲圆满自我。好好修行，就是伫洗澄自己的身心，让自己成为一粒清净、甲透明的摩尼宝珠，照亮宇宙。因为当咱光亮起来时，世界嘛将会对咧做伙显耀起来。好修行是为了要追求庄严与清净，来到慈悲的佛菩萨上前，爱打开自己的心，向佛陀发露忏悔，真切地反省检讨。忏悔过后，心中的污点就会被清除啊，内心清净啊，清净的心就产生一面洁净的镜，包容万物，相应万物，容易以诸佛菩萨感应得高，互相回应。念佛就是唤起心中的佛德，又就是唤起咱内心一份上真上水的部分。清净的念佛人，应当是一切众生拢是圆满的佛德。更加爱以自佛的净土作为纳土，以此建构咱身处的娑婆世界，实现人间净土。现今的社会越来越重视物质上的发展，人的精神也就越来越空虚，因此衍生出很多负面的问题，比如自杀和忧郁症等等。
所以咱修行透过佛法的分析，会当丰富内在的精神，得到内在的净化。这种内在的净化，将远超过对物质的依赖，而使咱感觉到无比的自在与踏实。咱爱会晓利用物质，临时成为物质的奴隶。每一个生命体，其心该具备光明与自觉，因此每一个生命体都有得到正悟的基本条件。咱应该试着认识这本来具有的清净光明，但会当在阳台或者是海边，和自己享受温和的阳光加空旷的虚空，训练自心渐渐地放大放松，并且安住实相。一颗完全净化的心，这是咱的良师益友，千万唔通搁再误以烦恼为友。若是以烦恼亲近，只会愈遭受着烦恼的毒害，而当劫以轮回当中受无量苦。一颗清净的心，这是咱的导师与明灯。一旦将内在的贪、嗔、痴等烦恼拢去除，就唔免担心外在的罪恶等灾难的侵蚀，以及外在万德的伤害。
因为当内在的三毒清净了后，咱自然会当保持一颗清净善妙的心，成为一块以外境恶事隔绝的绝缘体。保持一颗清净明澈的心，这是咱生活中待人处事的态度。内心愈是以烦恼搭地未清的时，也就愈无法度看清事实的真相，只会愈来愈落加恶化。所以动妄念升起的时，咱只需要了知伊的存在就好，唔免对伊施加压力，只管看住念头的生灭，一切安住自然就好。是中华国际失实协会。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，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，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，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，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。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，布施者亦得福，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。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，不仅布施六道众生，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，生生世世福寿长，善根具足。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，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，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。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，海内外共30万3025场。布施蚂蚁小鱼自201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，海内外共12311次。适逢如虚长老圆寂纪念日前夕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、礼拜药师宝忏及护身，
恭请湛山法师主法，日期11月20日星期六上午9点，地点高雄生命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电话0722123232072212323。法会备有消灾超荐，欢迎提早填写。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明天是六斋日，为四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，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。阿弥陀佛。